马丘比丘，又称马丘比丘，位于现今的秘鲁境内库斯科西北75公里。整个遗址高耸在海拔约2350米的山脊上，俯瞰着乌鲁班巴河谷，为热带丛林所包围，是秘鲁著名的前哥伦布时期印加帝国建于约公元1500年的遗迹，也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印加文明的标志就是马丘比丘的印加遗址。马丘比丘的图片经常出现在各种旅游宣传册的封面上，可以说是秘鲁旅游的活招牌。几百年前，西班牙人漂洋过海发现美洲大陆后，除了领土的占领与侵略，留给后人更多的是文化和文明的侵略。一度辉煌的印加文明终于消失殆尽，只留下了一片建筑遗迹。马丘比丘在克丘亚语中为古老的山之意，也被称作失落的印加城市，是保存完好的前哥伦布时期的印加遗迹。马丘比丘是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掘中心，也因此是秘鲁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由于独特的位置、地理特点和发现时间较晚，马丘比丘成了印加帝国最为人所熟悉的标志。在1983年，马丘比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遗产，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之一。马丘比丘是印加王国处于权力和成就巅峰的有力证据，没有泥浆就可以将石头紧密相连的城堡，甚至连小刀都无法穿过缝隙。宫殿和广场建筑、寺庙和家园都可能是宗教场所、军事要塞或统治阶级精英的退居点，它的神奇位置可以有很多用途。遗址坐落在一个高高的山脊上，三面被2000英尺以下多峰湍急的乌鲁班巴河环绕，科学家们正努力地揭开隐藏在这里安第斯山脉东坡被亚马逊盆地的热带森林覆盖隐秘的线索。马丘比丘正好位于交通网的中心，许多地标不管是人造的还是山脉都与天文活动相连，像是冬至日落。印加并没有书面语言，因此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为什么建造马丘比丘以及如何使用，直到16世纪早期被遗弃。今天的马丘比丘却不曾与世隔绝，事实上它成为了所有秘鲁游客的必去之地，并吸引了许多人拜访秘鲁这个国家。马丘比丘的管理难点是保存遗址完善的同时，是所有希望一睹印加历史的游客能造访那里。I'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the snake.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 I'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the nail.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